歡迎大家收睇《早着先機》啊！今次嘅賽事就嚟到第八個回合啦，嚟緊就花花谷草啦，十月五號嘅星期三晚上咧，安排咗九場嘅谷草夜馬，等緊大家喎。咁啊，跑九場就梗係早啲開跑啦，六點四十五分咧就會開場噶啦。 今次嘅賽道選用就係呢個 C 加三欄啦，轉呢個 C 加六彎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跑道咧最合窄嘅一條跑道啦。咁啊，至於大彩池嘅累積多寶，今次就冇嘅三 T 六環彩都冇啦，亦都提提大家更改大彩池嘅情況喎。六環彩四至到九啊，9, 另外 r T 就四五場啦，三 T 就五六七啦第二 a r T 咧就六七嘅三寶就最尾嗰三場啦。至於第三 a r T 咧就八九場噶。 亦都睇睇今次咧，騎師就揀咗邊兩位啦。上一次嘅節目咧，都預告咗咧，今次嘅局勢會有少少混亂嘅。 咁啊，揀就揀咗兩位呼卜騎師啦，何澤耀同埋希威森。今季咧都係順到不得了嘅，尤其是何澤耀啦，已經咧即係進佔前列嘅位置喺個騎師榜之中啦。今次我覺得佢嗰手馬咧比潘頓嗰手馬更加惡嘅，所以何澤耀咧都係值得留意啊。至於另一位希威森咧，亦都係近期同阿霍宏星咧兩位年輕嘅南非好手咧，都慢慢慢執嘅，好多好馬都跑得發發揮得相當之好啦，所以呢兩位騎師咧值得重視嘅。 咁另外受傷啦，同埋停賽騎師都有好幾位啊，譬如唔跑得嘅馬，唔跑得嘅人啊，大家都知道就是、莫雷拉啦、田泰安啦，停賽騎師就是、巴道、蘇兆輝同埋毛顯東啊，都幾多騎師呢，係唔跑得㗎。 咁啊，至於馬房方面啊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黎超升都終於有馬報名上陣啦。咁啊，其實丁冠豪喺谷賽戰績今季都幾好㗎。咁啊，睇埋今次揀咗邊兩個馬房啊？揀就揀咗阿黎超升同埋文嘉良啦。咁啊，三隻都要高度重視㗎啦。第二場嘅淺草飛啦，第五場嘅富全大師同埋第九場嘅亞洲藤王啊。 另外一個馬房就揀咗文家良嘅《古浪精彩》，同埋呢只怪獸奇兵都分別打黃牌跑啦。另外第四場有線路輝華啦，轉啲配備，亦都有呢個優先出賽權嘅。第五場係大家開心咁啊，在數內第八場，仲或者喜盈於心都有份跑嘅。咁啊，其他特別嘢就唔多啦。睇下黎超星可唔可以一出馬一有馬派馬上陣就可以開到齋啊？咁啊，亦都阿星星啦，咁啊霍宏星都勁啦。睇下呢兩個組合會點啊？由第一場賽事慢慢睇戲。 頭場賽事係三班一千米嘅短途嚟嘅，得七匹馬跑咁啊，真係排外檔都未必話一定咁失禮嘅，因為有一條比較長啲嘅直路俾你搶啦。另外就係小馬的場合嚟噶，配備變動四號馬嘅勇創派對啊，隨面箍頭就有噶啦。另外五號馬初出啦，英雄豪邁初插初摘利初用呢個防斜跑開臨貼，再數去七號馬嘅街運法啊，咁佢就重新摘利。好啦，先睇咗宜春輝煌，先，後邊分別有高高啦同埋淺草飛。 咁啊，宜春輝煌本身都係高分啦，咁啊又有啲速度啦。咁其實佢擺咗喺前面走而贏呢啲大集，咁都唔係好出奇嘅啫。咁你又落長跑，如果你係連帶上季尾可以咁樣打搭贏呢，咁佢真係誒、呃、好似係好翻啲嘅，真係。咁啊市集嘅表現有速度，擺咗喺前面走，咁啊結果贏到啦。跟住佢落課草地呢，反而有時落啲草地呢，我覺得麻麻地。 係啊，佢有時咧喺神操又唔係十分之起眼啊。呢只怡俊輝煌，所以上季咧我都覺得有啲驚喜啊，即係佢演出臨尾就打踏打俾佢贏咗兩邊，呢場就八十五分上限啦，所以佢繼續都留喺三班作賽喎。驚喜唔緊不要啊，唔好驚嚇㗎得啦。行了 <laughs> 好，跟住睇下只致勝時機啊，咁佢都試咗個一次米集啦，今日都香港馬林嘅後群啦，仲係走緊中檔嘅場地啦。咁當然入邊要買要留意啦，黃三嘅福日啦。 咁啊，仲有一隻象王啦，咁呢啲馬都係要睇㗎，啲御勢都係勁㗎啦。而呢只自勝時機呢，咁佢都喺後面叫做跟下啦。但係如果你話比對呢一組賽事裏面咁即係我諗落長跑，佢會係較為被動嘅時候，都要慢慢諗一諗先喎。 一千中賽汗初出啦，係啊！尤其是佢跑一千咧，對於佢嚟講係會立腳啲啦。呢啲馬咁，我諗個狀態隨住試咗個大集咧，就即係稍為好啲。佢又未算話好爽朗、好醒嘅呢啲馬，我諗都係跑一鋪先啦。咁啊，呢啲就棒棒聲腳過咁，佢係跑咗一鋪啦。咁但係就翻到嚟就誒冇晒嘅。咁啊，跟住上個禮拜二咁佢試咗個集啦，因為上次嘅表現都好差，咁啊今次就試集要合格啦。 中間黃衫咁啊，威力奔騰啦！咁當然呢啲都係要留意住嗰啲走勢啦，操得翻嘅啦，只馬。咁如果你話講市集裏邊好勤力嘅灰馬平海歡聲，咪交翻一樣嘅水準。賽前輸咁都係棒棒聲嘅啦，係嘛？係咯，的不嬲都嘭嘅啦，呢啲馬即係唔嘭就奇怪啦。係咯<的>。賽前嘅大集頭先大家見到咧都係巴道嘅，咁但係巴道今次就停賽啦，落咗喺潘頓手，呢啲都冇得留嘅啦，一千米梗係擺前邊同你肥起嘅啦。 嗱，呢只勇創派對呢，其實我覺得佢有啲唔同嘅。依家你見佢四集呢，呢、这個千二集咁，佢一路都係咁要逼啊，咁樣一路懟下佢啦。咁但係我有時見佢啲單跳呢，嗰隻馬可能誒 flash 得滯，佢、呃嗯、有時都會頂得幾辛苦，同埋有,有時變化地跳呢，咁佢啲腳係用得唔好啦。 睇下呢一個今朝嘅試跑先，呢只勇創派對啊，呢啲貨亦都冇帶過面箍噶啦，因為近呢幾鋪上季咧，街中嘅面箍佢又唔係跑得很好好啊。不過我覺得佢神操跳咧就唔錯嘅呢只馬。係咯，好似幾我都測緊過度活躍，定係即係馬係真係跑得太耐勁咧，要慢慢再度啊。好啦，英雄豪邁咁亞洲騰王啦。 亞洲藤王當然要睇啦，你誒嗰只英雄豪買就係想去換下腳，挨佢入去俾啲足夠空落雷拉，以前咁樣夜晚咪一路挨入去，即係誒佢仲係未做得到啦，好明顯就係、是。咁嗰只亞洲藤王你睇下粒眼包落去，咁有時谷草咩成泥集都係，有時一堆過終點，但亞洲藤王呢個集呢，轉咗啲架餐仲好喎。 咁啊，睇翻呢只英雄豪馬先啦。亞洲頭望就喺尾場咧，一陣間再講講啊。從化翻嚟嘅，咁但係呢只馬咧望落去，其實佢都係啲打仔格嗰啲款嚟㗎。佢都啲典型短途馬出腳有力、快腳嗰啲馬嚟嘅。好，跟住阿佳運法。講真啦，如果你咁樣睇佢話佢好勁、好 fit，即係將個馬頭、馬嘴最低、嚼慢啲，廿八啊開個三十，你實話佢靚嘅。冇錯。嗯 好頭場嘅賽事就特分區啦，八十五分上限嘅賽事。咁但係咧，加即係、就是、擴闊咗個評分區域咧，都只係得七隻馬跑。咁可能季初都係咁啦。暫時好多馬房咧都唔係話咁急於即係拱好多馬出嚟跑啦。好多馬房咧跑嚟跑去都係嗰即係十隻八隻馬咁嘅。 咁呢場我就揀咗一同三嗰兩隻啦。其實講真，三號嘅平海歡声呢啲馬冇乜特別，即係把握可靠可言嘅。如果唔係，佢都唔會以往突然間爆冷九啊九倍啦。佢就係嗰啲好下唔好下嗰啲馬。咁啊，希望今次縮情一千揾下潘頓呢會交翻佢自己水準咯。一尾都係走㗎咋。咁但呢組唔得唔單止佢走㗎嘛，仲有隻危多福會走呢。早段嘅形勢有少少微妙嘅，咁睇下潘頓點樣去攞位啦。至於另一隻就一啦，宜春輝煌啦，呢啲都係信個賽績。 因為上季實在咧，臨尾好似加咗啲榜咧，仲越贏越容易添啊！啲就宜春輝煌啊，咁、那個勢咁強咧，人又好啦，我都覺得呢啲即係值得留意嘅。其他的馬就上次七號嘅街運發出到嚟咧，我諗住佢喺從化翻嚟會定啲啦，結果都係唔得。出到嚟只馬亦都係好急躁啊，濕晒身啊咁咧，情緒都仲係爭啲啊。係啊，呢組賽事出馬少啦，其實。 嗯，都唔係咁易奪嘅。嗱，我覺得有唔同嘅就係只能夠講，宜春輝煌你說好，你話試集好咁，佢係好嘅，咁佢有速度。如果你連帶上一季咁樣贏開套落嚟嘅，咁的確係好嘅。四號馬勇創派對咧，我都講真，我真係唔敢測，究竟依家只馬太 fresh 而令到佢好似過行啦，定係點樣？我真係我呢一點我自己都拿捏唔到呢一下。其他馬就係七號馬街運法。 有時啲馬就係咁，其實呢個馬係好後生嘅馬，你只要將佢嚼慢啲，個馬嘴嚼低啲，咁啊揼慢啲嘅時間，你就會覺得好勁。但係我一再強調，我已經講過好多次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呢個馬咧，好中意跳跳下嘅時候咧，佢中意頂嘅，一路喺度玩條脷，頂個必嘅。所以佢之前其實都有扎脷，又試過冇扎脷。其實我諗啊，呢個馬要扎脷好過唔扎脷咯。所以你成日見佢跳嘅時候，佢都將佢扎咗脷。 依家唔係講緊究竟只馬哇、哎、行個幾行啊幾 fit 啊，其實你要做呢個效果俾你睇，好容易嘅就我相信佢哋可以。但係要只馬能夠放鬆到甩到少少個僵口，好多啲馬急係源自個誒個腦啦，個腦而連帶落去個馬口度比較急啦，跟住周身喐啦，跟住啊或者樹尾啊腰啊嗰啲嘢，其實係一連串落嚟係有邏輯性嘅嘢嘅。我諗呢只馬扎咗嚟呢應該會有啲唔同，但我希望一樣就係、是。 唔好臨場會太急咯。咁你度下呢場馬可能走誒、呃、危多科，咁佢擺咗喺前面走平海歡聲，咁我諗都唔能夠慢嘅。咁七隻馬咪睇下邊邊只馬匿到一個較好啲嘅位，而操控好啲，可能嗰啲馬會跑得好咯。但係你話有變化，可能就係頭先所講嗰啲馬，咁睇下到時會點啦。頭場再事都初步研究過，休息一陣。